大家好，我是阿阳，我姐姐带着几个小孩在这万科龙里面玩呢，我现在过来和女儿他们在这边玩，我姐姐把我女儿接到城里面来了，这是我们县城的这个超市。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，我姐姐跟我说万科龙，我说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姐姐给我发的定位，我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在二楼，我现在过去找他们看看找不找得到。二楼他说是那个边缘上面一个角那里角落，这边是卖衣服的啊，都是小孩子的衣服，夹棉的，这里面衣服贵啊，我去找一下看看，他们说角落哪个角落啊，应该在这边，听到小孩子的声音了，在这边找到了，找不到人呢，找到玩的地方了，找到玩的地方又找不到人，哎呀这小朋友很多呀，太多了小孩，哎我看到了，在那里，我姐姐都在这里玩呢，刚才鲁树晴在那上面站不起来，这个出来也站不起来，他们几个有点大，蹦到他们两个小孩都站不起来，看总是倒，哎还高兴坏了，嗨啊，那个跑那边去了，什么啊，戴手环啊，啊好啊，对你也有，别人给你带的，谁把你带进来的，是姑姑把你带着过来的是吧，啊是的，哎他一个人在这蹦可以，刚才他们几个在那蹦的，鲁淑琴还有我姐姐家那个儿子在那里根本就站不起来，哎呀你看这个小朋友现在出来了，跑这边来了，看在这里面玩呢，坐在这里面坐下，对，嘿，不滑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是这里边比较凉快，空调开着，空调挺爽的，也不知道一个位多少钱，我姐姐带着他们过来，带了好几个，我姐姐带着四个，还有我姐姐他们家门口的一个，他们四个在这玩，哎呀你下来呀，怎么不滑呀，啊碰到头了，去这里面玩了，这下面啊没有梯子，什么放这里，放这里啊，上这里面玩，小孩的很多啊，从那边走上去，从这边可以跑出来，然后到这边，从那边再下来，也可以从这边滑滑梯滑下来，哎呀他拿着出来了，他非得拿出来这个啊，哎呀鲁淑晴不出来，鲁淑晴喜欢玩这个，他在这里在我们那个镇上那个超市里面，那里他都喜欢玩这个，只不过那个是小沙子，这个比较大一点，他又跑到这里面来了，别人在那里蹦他不蹦，因为他总是倒，看他自己蹦着蹦着就倒了，人家在那边蹦他跑这边来，人家跑这边来他跑那边去，啊我外甥女在那边蹦的，还有他门口的那个小姑娘，两个人啊又爬这里面来了，这个有点梗脚，他不敢太用力，刚刚他还说呢梗脚，我说梗脚你要么你下来要么继续往上爬，他继续往上爬，害怕，这你害怕啥啊，掉不下来，你往那边去，往里面去，看里面还有很多呢，爬着过去，爬着过去，不要站着，对爬着过去，好往前走吧，往前走，爬上来，你踩跟脚啊，跟你的脚啊，哎呀看你姐姐都坐在那里了，你姐姐坐在那里了，往前走，对解释懒不了，往前慢慢的走啊，不要害怕哈，掉不下来，爸爸从下面接着你，往前走吧。我都不害怕。对你不害怕，在这做这个呢。哎呀，在这叫喊呢，坐着挺好的。哎呀，抓得很紧。刚刚，哦，看、啊，做这个做得很好。啊，今天在这里玩开心了，玩得很开心。啊，来接我女儿的，我女儿回家，这个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
啊，他说他也去他的家。啊。他去呢。啊，哎，你去不去？去啊。这个是不下车，这个是不让他下。他刚好碰到他们两个，我姐说让他下来，这个说不下去不下去，这个也说我不下我不下，我要去姥姥家去舅舅家，他不让他下，他也不想下，刚好玩，哎，回家，那等等姑姑啊，姑姑马上过来了，姑姑去拿弟弟的奶粉，拿弟弟的衣服，奶粉，对，弟弟等一下。他要换衣服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换衣服。啊。哥哥妈的服。弟弟的衣服。我哪个？这个谁扔的？王安泽扔的。啊。回到家了，两个人在这玩东西呢。这是我姐姐给鲁淑清买的衣服，刚拿回来的。这衣服。这是王安泽的衣服。王安泽的奶粉还有衣服在这里面，他们两个在那玩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我是阿阳。